大家好，我是婷婷。我爸打算卖两头黑猪呢啊，看看价格能不能商量是，正在看呢。那黑猪比那白猪贵啊？黑猪不相称，价格低呢。过年你说那时候这黑猪，啊一厘元也有。这一个多少钱？这俩。啊，俩多少钱？再说了吧，不好多，太少了。嗯，就那点钱，就买两千。嗯，要听听不好多呗。对呀，这个我怎么也是。你怎么多少东西？那些不得太少。一个人好，再差一百块钱也没能吃。你给个最高价，能能多讲一点。哦，这咱老这不成，这一大家伙这样跟你说，找了个啥事给你。这玩意儿站，给个最高价。四百块钱呗。啊，两千四百块钱。你给个。两千是那咱没说。你往上加价，给个正价的。叫咱一天跑一下，你跑我也没事，我怎么你卖的贵？那一天，你晚上再去姐，给大正，我也不念你，以后再以后还甭去嘞，给你我得两千五，快点快点，姐了，你那多不彪，哈哈，姐了，这边吧。好，拜了大家伙啊。弄准的，一个月弄个行啊？一人一人弄得了。不是，我是专门做的，俺弟的。我说也属于木偏木口，是这意思。我要下地儿，你会下不飞机？行，这不是饭啊！这样，
过来了。哎，妈妈现在都没。俩猪卖2000起。这猪卖多少钱呢？一年。可以呢。嗯，我一年是那个干活的。俩猪2000起，过来赔钱。那还得赔。哦，你给卖猪，什么一角面啥的都赔钱。嗯，那啥，到如此也都下，都下小猪了，啊，都下小猪了，啊，在家还有啥？咱都就差那一两天，那也有亏也有挣。啊，现在猪的就是便宜，便宜了。